太厉害！阿来娃娃百香果要来啊！哎呦，来了，还蛮高的。酸味的口味也知影，甜味的香气大家也知影。乌乌的外表是真古锥，一粒一粒亲像是恋爱的滋味。自我自身就真爱吃百香果内面的那个籽。吃了到底，使我感动，眼泪也流落。